接下来这有三个东西，这是课本例题，是非常非常没有什么程度的题目，为你作用几焦了。来，第一个，第一图，视力100向上，三公尺向上，所以呢100乘3。第二题就是50乘6，这你可能要注意，就是你那个视力是不是沿斜面的视力，如果不是，你的位移是沿斜面，你要把你的视力改成沿斜面的。对这题而言没有这个问题，它就是沿斜面视力50牛顿走6公尺，别的题目可能不一样，你要注意。第三题就是水平移动嘛，30牛顿水平移动是300，这是课本的没有什么程度的例题，就算一算乘一乘就好了，就是带所谓的做功就是力量乘位移就解决掉了。例题七也一样，有施力有位移就可以求做功，最基本的做功就是力量乘位移的解法，而且还不告你还不需要求受力，还不需要求位移，就直接告诉你了。可爱小女生是吗？可爱小女生，8号、8号、200，你说你的答案叫做200。你做功就力量成位移嘛，题目有施力有位移，还有平行，有平行啊，都是水平推力水平位移啊，就直接乘就好了，就200。OK， 例题班，例题班是把它改写了你未来的原题啊，原题我们后来会再做一次，这一题就是要提示你力量跟位移要互相的平行才有做功，手提重物8秒钟走了水平走100公尺，2秒钟抬高点20公尺，请问你做功几焦了？几焦了？这边还有除了力量跟位移平行之外，还有注意另外一个问题，还有注意另外一个问题，做功几焦了？除了你要注意力跟位移要平行之外，你还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。来，找可爱大帅哥，大帅哥，3、2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啊？9800，9800，请坐。9800。做功是力要沿力的成连力的方向位要平行，所以施力跟位要平行，要平行。那这里水平移动100公尺有没有做功？没有，因为施力向上，位移是水平，所以呢，只有100公尺没有做功，只有那个20公尺有做功，只有20公尺有往上提，位移向上。然后呢，但是要注意要换成牛顿，就我想第二件要注意的是要用牛顿，50公斤重，手提50公斤重要换成牛顿，所以。50公斤重乘就要换牛顿，然后乘位移，答案就叫做9800。那这一题呢？这一题他说我高1公尺，长2公尺，100公斤的推上去，请问你重力做功？重力做功哦，他不是问我的推力做功，他问我的重力做功，跟刚才一样，要注意力跟位移要互相平行。来，可爱大美女，可爱大美女，3号，不知道，你跟我说不知道，B，哇嘞，请坐，有人喊 B， 有人喊 A， 第一个正功负功，正功负功。重力向下，位移向上，所以做什么功？负功。所以答案只可能 A 或者是 C。
做工力量神位移，要平行，重力向下，所以要找垂直位移，所以一公尺而已，不是两公尺，只有多少？一公尺。然后呢，做复工，因为位移向上，重力向下，做复工。然后呢，换牛顿，一样，换牛顿，所以100公斤重换成牛顿，它的基值用时代，所以乘十，然后用负号，所以呢，答案 A。就是这几题，就是基本上叫做力量层位移，就算用错功。但是你要注意，两个要互相平行。再就是单位的问题，公斤重要换成牛顿，就让你了解一下，了解一下那个最简单最基本的。我这里没有出那种很复杂的，没有不告诉你受力，你要知道受力的。不过如果你要求位移那种。我简单告诉你力量成位于求做功的方法 ，OK。